金门县概念性总体规划案签约仪式，金门县府
与国教院签署学术合作协议与交流仪式，与全县儿童节庆祝大会等。征得好评，除本地弦乐老师外，亦多次邀请国内优秀弦乐演奏家参与，其能借由精致的合作默契展现，提升本地的弦乐演奏水准，并提供地区学有专精的弦乐演奏者一个表演发挥的舞台。此场音乐会四重奏成员为小提琴管浩云、李婉倩、中提琴许月云、李月云、李新叶、大提琴陈怡杰。现在只是在那个，对，李老师表演好了，那要去，在那边了，可以过去啊，可以过去啊，来，快点来，要找老师，快点。啊，不要去撞到，不要撞到。